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你似乎做了个不太愉快的梦。梦境与现实究竟该如何区分？刚才的是梦，此刻的一切也未必是现实。回忆之匣的钥匙，想用一幅画来掩饰真相吗？或许可以骗过眼睛，却骗不过心。很讽刺，不是吗？贯彻了信念，却违背了内心，到头来徒劳一场。世人背道而驰，你还会坚持当下的选择吗？嘘，不用急着说出答案，来看着我。你现在很累，宣之于口的言语肤浅而苍白，不如付诸行动，等待时间的答案。